蛮丰富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基本上等于是跨所有的环境的，也就是你今天要 Windows 有 Windows，要 Mac 有 Mac，要 Linux 上面有 Linux。它现在还有一个所谓的树莓派啊，树莓派也可以拿这个来开发。树莓派基本上有个 Linux，你也可以在上面呢哈，写一点东西，放 Python 的程式，哦，你可以做一些物联网的一些应用，哎，可以这样用哦，蛮好，蛮方便的哈。而且呢，最主要是它是完全无偿的。是一个自由软体，OK 哈、哦。不过自由软体，我刚刚讲哦，自由不是免费哦，是你非商业用途免费啊、哦。那什么叫非商业用途呢？哈、哦，那我觉得像有些同业问他说，哎，你们这样用会不会有商业用途的问题？那他说不会啊。我说那是你自己解释吧，OK 哈、哦。那理论上这就很灰色了哈、哦。所以如果说你觉得这用得好，你也可以，比如说，看是不是回馈一下这个，因为它非营组织嘛，也需要营运的哈、哦，所以有时候有些时候，哎，也可以捐一点钱给他们，说不定可以让他们 run 得更顺了哈、哦，说不定。好，那这部分的话呢，大概就是 Eclipse 啊，因为我们这边太多人下载的话，可能会塞车了哦。不过也不用啊，反、哦、就或者你再等他一下啊，待会就下载。那下载完之后的话，因为好像我们这边预设，我这边预设环境好像就直接是 download 到我的低碟了，啊，所以呢，我就直接怎么样呢？直接低碟底下就有它了，OK 啊，将来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放在你随身碟了啊，回家的话哈，你也可以把它放低碟。那只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因为我们这边按右键哈，解压缩我们是 I 啊，或者你可以用什么 7ZIP 之类，反正可以解压缩 OK，你就把它解压缩至此。那解压缩之后的话，它就会怎么样？直接解成一个目录叫 Eclipse，哦，目录就这样哦。OK，因为我刚刚已经解完了，所以已经看到一个 Eclipse 目录。那这个目录里面的话哦，直接打开，它不用安装哦，所以特别注意这个软体不用安装，它直接打开就可以看到它的执行档，执行档就这个 Eclipse。OK，好，你就把它点两下，它就可以 run 了。好，所以呢。理论上，如果你们在下载，然后解压缩之后，直接把它点两下，就可以打开了。OK，哎，它就出现了。不过呢，可能会有一种情况哦，就是说，基本上 Eclipse 需要一个 Java 的环境哦，就是 JRE 或者是 JDK。啊，如果你没有的话，可能会出现什么？没有 JRE 在相当于啊，你可能要再去装那个 Java 的环境哦。哦，你 Google 一下，反正 Java 的 J 或者 JRE 啊、哦，把它装起来，它、啊、就可以 run 了。哦，OK，理论上会有这个问题。那另外，至于要怎么安装那个 Java 环境呢、哦？我在讲义里面好像也有放这个话，因为之前也有同学有这个问题然后、哦、那我们在后面这边有个 下载 Java，你可以到 Oracle 的网站啊，因为那个生养已经被 Oracle 给并了，所以呢，哈、哦，那个 Oracle。哎，里面的网站哦，所以你要找 Java，你要到 Oracle 哦，这个 Oracle 这个网站哦，那里面的话 Java 就把它 download 下来，它、啊、这边有相关的画面，也许各位可以自己参考。啊，装的话记得就找那个什么 JDK 的版本，是 Windows 的 i586，好、哦、i586 就32位元，那个 x64 就64位元，哦，啊你就装，如果你的 Eclipse 是32位元，那你要装的是 i586。如果你是64位，你就要 x64 的哦。所以它会有一个搭配哦。如果你搭配错了哦，即便你下载安装也不能 run，好、哦，可能会有这个问题发生哦。那我们大概就 OK 之后的话，那把它打开哈、哦。那特别就要打开第一个画面，请各位注意一下哦。那个它的预设的 workspace，什么叫 workspace 呢？就是将来你要储存你写好的程式的位置，它的预设值也是 C 碟的 users 的这一串嘛。所以我建议呢，如果你打开之后啊，请各位把那个路径啊也改一下，把它改成 D 碟。哦，OK，啊，因为如果你装 C 碟，下一次来又不见了哦。然后目录的话呢，你干脆就装这边叫，我习惯叫什么？它叫 Eclipse Python，Eclipse Workspace，干脆叫 Python 的 Workspace 啊。所以这边把它改成 PYTH 啊。Python，OK，那一杠，不过我建议了哦，以后养成好习惯。我每次看到这一杠，我都习惯把它改成 underline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有的时候了啊，你用这一杠，虽然这边它可能可以，
但是很多地方都不可以哦。哦，我比较建议你干脆把它改底下好了。所以呢，将来我们写好的程式都会先帮我存在这个路径，哦，按一个 launch。这个时候的话呢，我们 Eclipse 的环境呢就被打开了。哦，那打开之后的话呢，哦，基本上呢，我们就可以哦开始做一点事情了。不过哦，进来之后呢，还有一个地方可能要设定，因为呢，我们刚刚在下载的时候哦，应该各位有注意到嘛，它的环境哦，我们是抓的是那个 For Java 的，所以呢，基本上哦，它这个环境只能够是开发 Java。如果说你要开发 Python 的话，你必须还要再装一个外挂，让它可以去。我未来看看它这个 Eclipse 会不会多一个版本是什么？干脆 for Python 就好了。不过目前看起来好像目前是没有哦，未来也许会有了哈。那所以呢，我把它打开之后，各位可以看到 Welcome 画面，可以把它关掉。那你接下来开发环境就长这样了啊。以后 new 它有没有？它里面是 Java 的，所以呢，我需要一个外挂。那外挂的部分的话哈，记得哦，从 Windows 里面有一个那个最下面那个哈 Preferences 这边哦。哦，你可能要再去挂，我跟你讲，再把那个挂上啊，请各位先试一下啊。刚刚开起来特别注意哦，它会先如果你下载完之后解压缩到低碟哈，哦，OK，打开来直接执行它，那它会第一个画面会有个 workspace 啊，请各位 workspace 哦，把它改在低碟，好了，画面先还给各位哦，试一下。